副总，这么晚了，咱们要去哪儿啊？什么都别问，跟着我就是了。副总，你该不会是找我来逛大街的吧？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到了，就是这儿啊，这儿除了个面摊，什么也没有。你不会是找我来吃面的吧？没错，我就是带你来吃面的。哦，吃饱了给我好好想想。 回去怎么让我妈不要让我做我不喜欢做的事情？这样啊，早说嘛，走。哎，俊昌，来，来，何雪，谢谢啊，俊昌，来。副总，副总。 副总，等等我！副总，等等我！我猜第一点没错，艾雪果然和那小子好上了。副总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要让我活着？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干脆死了算了。 副总，你不能有这种念头。你年轻，还有大好前程，退一步海阔天空啊！你不说，你当然会这么说。我心中的痛，你是不会明白的。副总，副总，你快下来啊！这样很危险的。不用你管。副总，你站在上面很危险，万一摔下去怎么办呢？摔下去倒好了，摔下去就解脱了，省得我那么烦恼。 副总，你别过来！好，好，你过来我就跳下去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不过去，可你站在上面，千万要小心呐！副总，总经理和夫人都在家里等你呢，副总。你别管，你回去吧。你这样我怎么走得了啊？我让你回去你就回去，听见没有？好，好，好，我走。可你千万要想开，桥下的水很深的呀。 副总要是出了什么事，我可担当不起啊！这都11点多了，一鹏还不回来。杜林，嗯，这一鹏不会出什么事吧？ 哎呀，他都这么大一个人了，会出什么事啊？你就别自己吓唬自己了啊！可是不知道怎么的，我这眼皮一直跳，我害怕，真的害怕。没事儿，不用怕，啊！杜林，这一鹏会不会出家当和尚去了？什么？一鹏要去当和尚？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 我以为他跟我说的是气话，没想到当真了。你真是糊涂啊！你看看你把一鹏逼的都要走绝路了，你这个妈是怎么当的呢？老爷，啊，这位先生找您。啊，小马，邵总，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？总经理，副总他，副总他怎么了？ 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，像撞邪似的，闹着要自杀。快快快快快快！小马，一鹏在哪儿呢？就在那儿。哎呀，一鹏！那，一鹏，快到妈这儿来！快到妈这儿来呀！一鹏，你千万别做傻事啊！副总，
总经理和夫人来接您回家呢。你们别过来，再过来我就跳下去。一鹏，有什么困难你就跟爸说，爸一定替你想法子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啊。没有用的，没有人可以帮我。副总，一鹏啊，你可千万别想不开，千万别跳下去，你要是跳下去了，我和你爸该怎么办呢？是啊，儿子不孝让您受气了，我走了就再也没有人跟你顶嘴了。一鹏，妈不埋怨你跟我顶嘴，你快下来，有什么话咱们好好商量商量。就是啊，一鹏，有什么事你告诉我啊，我一定帮你解决啊。解决不了的，爸，我喜欢爱雪，可妈不喜欢，与其让我和自己不爱的人在一起，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。好好好，一鹏啊，只要你不跳了，我什么都依你，你想爱谁就爱谁，想娶谁就娶谁，妈全都依你。是啊是啊，一鹏，你听话呀。谢谢。合同我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，来坐坐啊。好，我答应的条件都写在这上面，你过目一下，如果没问题签个字即刻生效。怎么样？徐副总经理，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行列，咱们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你现在已经是我们的副总经理了，我可是给了你最大的权利啊，以后就看你的了。放心，瞧我的。希望本着过去对徐某的爱护，继续支持我。哦，好啊，好好。大力面粉公司副总经理，原来你已经跳槽到顾老板那儿了。原来是大力呀、啊，搞得就是害得我们猜了半天。大力的规模怎么跟大发比啊？就是、啊。徐副总，你怎么越活越回去了？徐副总既然这么做，肯定是有他的道理。我们还是先听听他怎么说吧。哎，对对对，好好好。大发呀，固然有他的优势，但这百年老店。一定有他受限制的地方，倒不如一个新的公司发展空间大，以我徐斌的力量把它壮大起来，将来呢跟大发分庭抗礼，岂不是很有成就感？哎呀，没想到徐副总竟有如此远大的抱负，在下佩服佩服啊。不过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，把订单转到我的公司来，这事儿咱们就这么定了啊，就这么定了啊。好好好。哎，等等，大发的面粉质量一定有保证，有口皆碑啊，我们怎么知道这大力的面粉是不是也达到那样的水平呢？是啊是 啊， 是啊，我们可不能为了贪便宜而买到质量不好的面粉啊。嗯，对对对啊，我以人格担保，大力的质量比照大发，希望多多支持我啊。来，既然价钱这么便宜，质量又有保证，那我们还有什么话说，是不是？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来来来，合作愉快啊！好，来来来，干杯！来，走走走。我们回去吧。怎么了？才刚出来一会儿就想家了？啊，不是的，我在想你难得放假一天，没在面摊帮你爹的忙，却跑出来陪我，我总觉得过意不去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是我爹要我约你出来走走，要是我们提早回去的话，他才会不高兴的。史伯伯人那么好啊。是啊，他好你更好。
他就怕这么好的媳妇儿被别人抢去了，所以老叫我约你出来玩。他怎么会那么想吗？他担心我们两家相差太悬殊，他怕你家人看不起我。我妈不是那样的人，她会理解我们的。那你奶奶呢？她地位这么显赫，她会不会怕你嫁给我这个穷小子过不了好日子？所以我爹千叮咛万嘱咐，要我毕业以后一定要找个好工作，多赚点钱，让你过上幸福的日子。俊成，你知道吗？只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，日子再苦都是甜的。那你就是答应嫁给我了？讨厌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吃苦的，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让你过得开心。小姐都说不下来吃了。哦，知道了。老太太，老夫人说她不饿，吃不下，不必等了。哦，我去找她。哎，老夫人不在房里，去了佛堂。去佛堂了？是。佛头，从前你在的时候，咱们余家一家人总是热热闹闹的，每到吃饭的时候，一个饭桌坐得满满的，大家你一句我一句，说说笑笑的，热闹极了。可是现在，饭桌上只有一两个人，余家的人都上哪儿去了？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了？妈老了，不中用了，要想整合这个家也无能为力。伯涛，早知道今天会这样，当初你走的时候，妈就该跟你一块儿走。妈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把我留在这个世上，看到这种凄凉的景象？你来做什么？我可以进去说话吗？嗯，这些天你还好吗？物质上自然比不上余家。
但不必看人脸色，精神上愉快多了。老太太想你了，该回去了。哼，话说的别让人那么感动，我自己知道自己几斤几两。一个家四分五裂的，老太太心里很不好受，当媳妇的让婆婆难过就是不孝。你出来已经够久了，凡事适可而止。你是在命令我？我敢命令你吗？腿还是长在你的身上，是吗？在余家，在工厂，你权力一把抓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什么事不是你说了算？你做的决定谁敢不唯命是从啊？我知道你还在为徐斌和崇伟的事情生气，但是要管好一个公司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我自认为没有做错。当然，这二十多年来你从来就没有做错，错的是我。我错在不该嫁给博涛当二房，我错在不该我的肚子这么争气，连生了两个孩子。我错就错在没进厂里占个位置，让你一手遮了天，对吧？你情绪用事，模糊了我来的焦点。什么焦点？你今天来不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说真的，我还真不怕你看，我王彩玲不会一辈子都翻不了身，好歹我还有个儿子呢。我今天来不想跟你吵架，梯子已经给你了，要不要下你自己看着办。总之成员的大门随时开着。你心不甘情不愿的，算哪门子嘛？公司还有很多事，我要忙着回去处理。我今天来，是经过老太太同意的。这么说，是妈让她来的？哼，明明是来求我回去，耍什么威风？阴险了！别以为我会赌气不回去，我必回去，我气死你！妈，我好想您呐。还知道回来。妈，您不是叫有话就直说吧。看样子又被徐雨芝给爽了。算了，都到这份上了，只有硬着头皮演下去了。妈，媳妇知道错了。媳妇那天是一时气昏了头，才会冲动地跑了出去。这些天来，我一个人左思右想，妈平常这么疼我，我却为了这么点小事就离家出走，实在是太对不起您老人家了。媳妇不孝，媳妇给您负荆请罪来了。你说这话是真的？媳妇不敢有半点欺瞒。这些日子我一个人孤单地守在一个小房子里，我才深深体会家的温暖，尤其是不能每天给您请安问好，这日子就好像少了什么似的。我终于深深明白了，不管我走得再远，余家永远是我的家，您就是我的亲娘，媳妇离不开余家，离不开您呐。别难过了啊，知道错就好了。以后啊，
有事要好好商量，不要动不动就离开家，尤其是在下人面前要谨言慎行，不要失了主子的身份，知道吗？媳妇知道了，媳妇以后不会再惹您生气，让您伤心。好好，这就好，所谓家和才能万事兴嘛，是不是啊？嗯，快起来吧。谢谢妈。妈，我听说您这些日子以来吃不好睡不好，这可不行啊。您等着，媳妇去煮点好吃的去啊。嗯。老夫人，少夫人来了，说要见您。呀，伯母。哎，彩玲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刚回来。这样好，这样好，大家伙住在一起，互相有个照应。是啊，回到家心里踏实多了。嗯，凤春，坐。哎。啊。阿江。哎。上茶。是。凤春啊。好一阵子没来了，今儿是啊，今天是，我是为一鹏来提亲的。哦，你来的真是时候啊，妈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我这个妈没意见，您全权做主。是啊，这一鹏和艾梅是郎才女貌，配成一对儿真是太好了。不过，就算我们两家再怎么相熟。这规矩可不能废，还得请个先生批批八字，好坏吉凶得避一避，是不是啊？好好，我这就去拿艾梅的八字。哎，等一下，嗯，我今天给一鹏提亲的对象是艾雪，不是艾梅。艾雪，我没听错吧？不是一直都是一鹏和艾梅吗？怎么这会儿变成艾雪了？没错，我们这次提亲的对象是艾雪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得给我一个说法。现在孩子都讲究自由恋爱，孩子大了勉强不得，我们做父母的能说上话吗？这一点还请你谅解。谅解不了。我问你，我们家艾梅哪点配不上一鹏啊？这叫什么话呢？艾梅怎么配不上一鹏啊？可这是缘分，是缘分呐。彩玲，你心里知道，我心里中意的还是艾梅，可孩子坚持，我能怎么办？可是我……好了好了，其实艾梅、雪儿都是我的孙女儿。不管一鹏选谁，我这个老太婆都没意见。妈，伯母，你们再商量商量，我回去等你们的消息。好，啊，好走啊。哎，莫名其妙，说变就变，把我们家艾梅耍着玩啊！好了，你别那么生气，不是。艾梅也有自己喜欢的人吗？妈，您怎么知道的？崇伟告诉我的。可是那个姓史的，他爹是卖面的。卖面的又怎么样？我觉得这孩子还不错嘛。妈，您不知道，他们家穷的根本配不上咱们艾梅。哎呦，这年头还讲什么配不配呀？主要是年轻人自己喜欢不喜欢。哎呀，婚姻天注定，你要管，管得过老天爷吗？啊！哎呀，哎，妈，妈，你回来了。你有点出息行不行？除了吃喝玩乐，你还会什么？怎么了，妈？一回来就骂人，我哪儿得罪您了？所有人都在对付我，所有人都在给我气受。
一回来就骂人，要这样干脆就别回来，就没人给你气受了。你这臭丫头就会说风凉话，我真是白养你了，你连那个死丫头都斗不过。哎，好了妈，你就别生气了，说到底是谁惹着你了。邵玉梦他妈连他都背叛我，这天下还有天理吗？邵伯母他怎么会背叛你呢？我们讲好的要撮合你和一鹏，他刚刚来提亲了，对象居然是爱雪那个死丫头，这摆明了是要江伟军要我好看嘛。哎，我李子面子全没了。好了妈，你就别生气了，反正我对那个邵一鹏也没什么兴趣，那不更好。你这个糊涂蛋，你邵家的才是一辈子荣华富贵吃喝不尽，放着这么好的条件你不要，要去跟那个史君超喝西北风。哼，哎，我甘愿，我喜欢，我乐意。你疯了你，要是艾雪真成了邵家的媳妇，我跟你呀在你大妈和艾雪面前真是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了。我才不在乎呢，要是她真的嫁给了史俊超，那才是我一辈子的遗憾。你存心气死我是不是？亏我为了你的终身大事费尽心思，你竟然不当一回事。别以为一鹏娶了艾雪我就答应你和史俊超在一起，门都没有。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霸道？你是不是认为你生我养我就可以主宰我的人生？我告诉你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闭嘴。你回家说了没有？你为了那个丫头连命都不要了，我能不照你的意思做吗？妈，受累了。哎，于家怎么说的？提亲的事，由艾梅变成艾雪，于家一下子缓不过来神儿，恐怕需要点时间。那您觉得我跟艾雪有希望吗？老太太说了，艾梅和艾雪都是她的孙女，哪个做咱们邵家的儿媳妇都一样。我看呐，八九不离十，有谱了。真的？太好了。哎妈，我觉得这事儿啊您还得盯紧，我怕时间万一长了夜长梦多。知道了知道了。为了你，我跟你彩玲阿姨20多年的友谊都给毁了。哎，这个呀等我和艾雪的事定了之后啊，我亲自去一趟余家向他们登门谢罪。放心吧，我这是上辈子欠你的。妈，好了，我不跟你说了。好，好。小马这一推还真推对了，虽然喝了不少河水，但值了。什么？是艾雪？怎么会是艾雪呢？不是艾梅吗？是啊，一开始我也以为听错了。再仔细一听，还真是艾雪，不是艾梅啊。妈，那您答应了没有啊？我正在琢磨这事儿呢。这余少两家本来就是世交，能够结为儿女亲家倒是美事一桩。雪儿嫁给一鹏肯定不会吃苦，可是那个叫什么史俊超的不是救过雪儿吗？雪儿心里有他，只是那个史俊超啊家境环境差点，我怕雪儿嫁过去将来会吃苦。哎，还真是两难呢。还好还好妈，您没有做决定。怎么，你有想法了？那倒不是，现在呀已经不实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，我们还是尊重艾雪，让她来做决定。哎，说的也是，年头不一样了，婚姻大事也勉强不得，只是这自由恋爱能当饭吃吗？我倒不是嫌史俊超他们家里穷，只是恋爱是一时的，过日子可是长长久久的。云芝啊，
有空多开导开导雪儿啊。啊，不，我不答应，我和邵一鹏连朋友都谈不上，就让我嫁给他，这岂不是太可笑了吗？奶奶对于邵两家的联姻似乎并不死心，老一辈人的想法虽说是封建了点，但是有他们的可取之处。以邵氏地产在上海的财力，邵家的少奶奶那是多少女孩子梦寐以求的，难道你就一点都不动心吗？钱可以买到很多东西，但是买不来真情的。雪儿啊，你实话告诉我，你拒绝邵一鹏是不是因为史俊超？我虽然不了解史俊超，但是我看得出来，史俊超这个孩子将来一定有出息。我不反对你和他在一起，可是妈，您是担心我跟着俊超会吃苦是吗？你是我的女儿，当妈的总希望自己的女儿过上好日子。什么是好日子啊？跟着一个自己不爱的人在一起，就是把金山银山给我，我都不会快乐的。相反，跟一个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，哪怕去要饭，我都无怨无悔。孩子，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有句话说，性格决定命运，真是一点都不假。妈，您该不是帮着奶奶过来说服我的吧？奶奶有这个意思。不过啊，我看你心意已定，我说了也是白说。妈，难为你了。那奶奶要是问起来怎么办？哎，先拖一阵再说吧，事缓则圆。谢谢妈。可是我担心的是，艾梅和彩玲两个人为了这件事情是闹得鸡飞狗跳，艾梅还因此离家出走了。以彩玲个性，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。可二太太中意的女婿是邵一鹏啊，我拒绝邵一鹏不正合他的意吗？有什么不满意的？嗨，彩玲要是那么理智的话，这些年余家就不至于风波不断了。我怕的是到时候他拗不过艾梅，又帮着艾梅来跟你抢史俊超。不会吧，我觉得二太太最注重门当户对了。再说了，他要真那么做，我也不害怕。我对俊超有信心。妈，以前啊，我什么事都让着艾梅，这一次，我绝对不会妥协的。这是时代不同了，雪儿啊，我佩服你追求真爱的勇气，也尊重你的决定。不过你和一鹏还得把事情说清楚，让他死了这条心，由他来开口给邵太太一个台阶下，起码邵家的脸面不至于那么难看，你说呢？嗯。谁呀？艾梅，我逛了一个下午，想想还是来你这儿。什么？你离家出走？大小姐，你是不是也太任性了？怎么你也这么说我啊？难道我非要待在家里，接受我妈不合理的条件？什么条件？还不就是不同意我跟俊超在一起啊？看吧，我说的没错，这门不当户不对的，像你们这种家庭怎么可能接受？我才不管呢，反正我对俊超的心是永远都不会变的。
那你也犯不着离家出走啊，你还是回去哄哄你妈，也省得在外面吃苦受累的。我才不要呢，谁要他打了我一个耳光，我这口气啊就是咽不下去。大小姐，你用脑子想想，就算你这么做了，你妈会投降吗？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既然改变不了你妈的想法，你离家出走也是白搭。我看你啊，还是赶紧回去，别跟你妈怄气了。哎，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，这么不讲义气呢啊？我没事的时候你就跟着我吃吃喝喝的，好了，我现在有事了，你就把我往外退啊？哼，我知道，你不就是怕我连累你吗？哎呀，你别生气嘛，我不是不收留你，我是怕你妈妈担心，到处找你。哎，我就是要让她担心我。我就是要让他找不到我，这样才可以逼他妥协，同意我跟俊超在一起。你想的也太天真了吧，有那么容易吗？反正我不管，为了这场爱情的捍卫，我一定要坚持到底，打下去。你这不收留我，那我找别的同学去算了。哎，好好好，我的大小姐，我收留你，我支持你，我会跟你站在同一战线上的。这还差不多。哎嗯，妈，您回来了。我一个人在外面，你不闻不问，由着我自生自灭，最后还不得已自己回来。你这儿子做的还真够称职。妈，这叫知母莫若子。我知道您的能耐，哪怕把您放在枪林弹雨中，你也能好好的活着。没心情跟你开玩笑。艾梅离家出走了。啊？离家出走了？嗯。哎呦，一个好不容易回来，一个又离家出走，真是上行下效啊。你拐弯骂人呢你、嗯、胆子越来越大。我哪敢啊。不是，艾梅为什么离家出走啊？还不是为了邵家提亲的事。艾梅不愿意是不是？哪轮到她不愿意，人家来提亲的对象根本就不是她，是艾雪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，好让我有时间挽回呀、啊？哎呦妈，您就省省心吧啊，感情的事谁能挽回谁啊，顺其自然吧。你们这两兄妹就知道跟我唱反调，没有一件事让我称心，白养活你们了。妈，您放心吧啊，艾梅她根本没那个能耐，等她走投无路了自然就回来了。你以为艾梅是什么人啊？她是余家的大小姐，就这样一声不响地跑出去，万一像上回艾雪那样被人绑了怎么办呢？都是艾雪这死丫头害的，艾梅没事就好，要不然我绝不让她好过。好了好了，妈不生气了啊，您回来就好。萍萍，我是艾梅的妈妈，我们艾梅有没有找你啊？没有啊。哦，谢谢啊。喂，王霞，我是艾梅的妈妈，艾梅有没有跟你联系啊？哦，没有啊。谁？问谁啊？卖香烟了！卖香烟！站下！卖香烟！卖香烟！给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
我问你，我们家艾梅呢？啊，艾梅，我不知道。别跟我睁眼说瞎话，王霞已经告诉我她在你这儿了，叫她出来吧，别再躲了。艾梅是来过，可是她又走了。走了？不信你可以进来看啊。不在这儿，她会在哪儿呢？两位请慢用，谢谢。吃慢点，没人跟你抢。噎着了吧？赶紧喝点水，喝点水。哥，你不知道，我这几天做梦都梦到自己喜欢的咖啡和蛋糕。哼，又不是饿死鬼投胎，有那么夸张吗？还不都怪那个李丽吗？整天就知道让我吃些什么面条啊，还有稀饭的，还有看到那些面条稀饭就反胃啊。嗯，我告诉你，不是每个人都喝得起咖啡，吃得起蛋糕的。不是我说你，你根本就吃不了苦。要不这样吧，乖乖跟我回家。我不回去。你知道妈为了找你整个人都疯了。哼，我就是要让她那样，谁让她甩我嘴巴子。我要是就这么回去，未免也太没出息了吧。这不能全怪妈，是你的问题。你说你为了个穷书生史俊超值得吗？